由于家中的长辈啊大都离开了人世，年轻的袁世凯没有了约束，于是啊他终日饮酒交友，每每是一醉方休，或者呀、啊、到郊外旷野吃马狂奔，狂放不羁。袁世凯头脑还算清醒，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，袁世凯坚决放弃科举功名，毅然另寻出路。1881年5月，22岁的袁世凯有两个出路，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，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四父袁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。袁世凯在北京求学期间呢，当时李鸿章正好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任上，所以他的声望是如日中天。袁世凯对李鸿章这个显赫的地位是非常亲信，所以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的思想影响下，他就好读兵书，留心时事啊，经常发表一些军事论说，高谈练兵要安内攘外。所以他的堂叔当时就是在清朝内阁任中书的这个堂叔袁宝龄啊，对袁世凯的见解啊是非常欣赏啊，曾经情不自禁地表示说，袁家有这样的个孩子啊。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奔李鸿章门下，但袁世凯拿到推荐信之后啊，经过三思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因为李鸿章的幕僚啊大都是举人或者进士出身，人才济济，而自己呢仅仅是一个比秀才略高的个拔贡。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资质，袁世凯认为啊自己到李鸿章的幕府是极难有出头之日，因此经过深思熟虑，袁世凯毅然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，而去投奔了李鸿章的部下，就是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。以后啊，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。